怎么会有软软的东西？哦，因为它要防止他们在那里漂浮啊。漂浮是什么？他们在训练无重力啊，你看就像这样，哦，会这样浮起来啊。就是他们会不会跌倒啊？会啊，所以要以防他们撞到墙壁啊，不然就像那个蜘蛛人啊，就撞扁了。小屁孩的帽子，就是哥哥很棒的那样啊。